白。蛋壳为什么落进去了？生活中碰到的小难题，怎么打鸡蛋不会让鸡蛋壳落到里面呢？让我们透过科学方式找出原理。吹不起来啊！3、2、1，学习既简单又实用的小妙招。为什么这个会把气吹进气球呢？轻松解决一切难题。生活一点通，10月29号起，上午10点，8频道 Octo 时段和 Mi Watch 同步观看。